为什么大家都要一直往后？再往前一点点 ，sorry。好，那我们首先呢，可不可以请马乐英小姐跟现场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呢？大家好，我是马乐英。好可爱哟、哦！哇，今天第二天，我们大家都进化了，学会越来越多中文了。我相信呢，我们活动如果再多办几天，大家很快就可以吟诗作对了，非常厉害哦！好，那我们一样呢，要来跟马乐英梦小姐呢来稍微聊一聊。好，想要请问一下，这次马乐英梦小姐是第一次来台湾吗？台湾的이번에처음왔습니다对，是第一次来台湾。哦，第一次来台湾的话呢，想要请问一下，目前为止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呢？어제이제야시장도다녀왔는데확실히친절한거는역대급으로맥스그리고맛있는음식도맥스모든그냥만족도에그냥퍼펙트입니다他说昨天有去夜市逛逛，然后他觉得台湾真的很亲切，亲切这边就是很 max， 然后很什么 max 最高等级哦，然后还有好吃的东西也是 max， 哇，就是完全都是很完美的。太感人了，听到外国朋友这样子说呢，每次听都觉得很开心。那我个人好奇，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来之前以为台湾应该是这样，结果发现好像不一样的感觉的，有吗？同学，我问的有点难翻译的感觉，有点难解释，就例如说，哦，原本觉得台湾一定很热，就来就哦，好像蛮凉的哦，这种感觉。뭔가딱히없었던것같았어요그냥생각한그대로확실히대만분들모두이제좀느긋하시고친절하다라는그런이야기를예년도많이들었었는데그이야기그대로이제확실히대만와서뼈저리게느끼고있습니다他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从以前就是一直听到台湾人是很亲切很亲切的，然后这次来到台湾就也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哇，真的很开心哎！我也希望呢，宝丽梦小姐呢这次第一次感觉对我们印象还不错，之后呢有机会都可以常常再来台湾参加活动喽。好，真的很开心，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让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宝丽梦小姐，谢谢，谢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舞台时间呢。